见他所见，思他所思。你兜兜转转又回来这里，可有悟到什么？哈哈哈哈，有位故人已等你许久了，机缘已到，这最后一幅画便是答案。去吧。 这个故事，没人比他看得更清楚。吃不着什么好酒，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。 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我也一样，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。 没有，今日不够尽兴，不如随我先回天上大醉三天，再大战300回合。 Thank you.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比你有亲呢。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啊？让如来方便，把松骨咒念一念。跪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这老孙，放我还俗，看那看不脏，快把纸棍挡了。小心你的刀剑。那怪说有些认得。 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，说大家散伙！看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，你看看，是太阳。 我前众兄弟一路视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：一世命锁不住的，一道孤困不住的，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。 不会辜负的。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若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。
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，好事，好事。佛又如何？那道箍一直都在你头上。睁开你的狗眼，我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孙悟空，汝因大闹天宫，无以甚深法力，压在五行山下，幸天灾满足，归于世教。且习汝隐恶扬善，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，全忠全实，加升大圆正果，汝为斗战胜佛。那厮触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誓，只等击闲了你尽高天的面界，登了断锁艇，那方才该下雨嘞。
哥哥们，饮了这杯，我们一起打上凌霄宝。